我和云微山的身世，高尔先生已经派人核查过了。他们查的方法跟我查的方法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我能读懂人心吗？那我就来查查你的心。你会武功？我没说过我不会啊。你害怕了？我不是怕你查，我是天生怕虫子。把虫子放在手心里，你若说谎，它的毒牙就会毫不留情地扎进你的皮肤里。一个时辰，你便会肠穿肚烂。敢吗？你不敢。我对宫二先生真心实意，求而行。是公子不信我，也应该相信宫二先生看人的眼光。